腾讯体育9月26日讯 ,2018 年韩国羽毛球公开赛结束第二个比赛月的争夺，林丹苦战赛局 ,2-1 击败约根森，携手赵俊鹏晋级男单16强，黄宇翔和周泽奇出局，李雪芮副队友高仿杰遭淘汰，蔡妍妍、张妮娜进入第二轮，有三对男双闯进16强，韩琼凯、周浩东出局，另外两对女双过关，何济婷、杜月孤神进入混双次轮。男单国羽四将损失过半，林丹逆转险胜过首轮攻35岁老将林丹对阵丹麦选手约根森，两人交手过12次，林丹8胜4负占优。不过上一次交锋是2016年4月的马来西亚公开赛，当时林丹0-2输给了约根森。本次相遇首局林丹以19-21惜败，随后他发力21-17、21-15连胜两局，从而以2-1逆转获胜。他下轮对手是6号种子日本的西本全泰，赵俊鹏2-1、21-13、3-2、21、21-17击败丹麦的维廷哈斯。他下轮对手是头号种子丹麦的安塞龙，黄宇翔0-2、15-21、19-21，不敌中国香港的胡云遭遇一轮游。周泽奇与马来西亚的刘国伦战满了三局后以1-2、21-15、10-21、17-21落败。女单李雪芮德比战赴高仿杰四位小花晋级16强，李雪芮与队友高仿杰展开内战，这是双方第一次在国际比赛中交手，两人战满三局，最终高仿杰以2-1、21、18、21-23、21-8胜出。高仿杰下轮对手是川上沙奈惠，陈小欣直落两局 21-17、21-8击败丹麦的雅各布森。他下轮对阵头号种子日本的山口茜，张怡曼同样经过三局苦战，最终以2-1、19-21、21-9、21-13击败韩国选手宋硕云。他下轮对阵日本的高桥沙也加、蔡妍妍与中国台北的白玉珀拼满了三局，最终以2-1、24-26、21-16、21-19。韩月与日本选手山口茜打满三局，最终由于经验欠缺，以1-26、21、21-11、15-21落败。男双韩成凯、周浩东止步首轮，三对年轻组合晋级欧选一，任翔宇以2-0、21-13、21-18击败韩国的姜敏赫、金元浩。下轮对手八号种子日本的杜碧勇打远藤大由，黄凯翔、王泽康2-1、21-17、3-21、23-21战胜中国台北的李胜穆杨博轩。下轮对阵马来西亚的谢定峰、苏伟泽、何济婷、谭强，经过三局苦战，以2-1、22-20、18-21、21-13战胜马来西亚的拉蒂夫、阿里夫、阿尤布、阿兹林。下轮对手是泰国的吉丁奴彭德恰波。韩成凯、周浩东0-2、15-21、4-21，不敌头号种子日本的加村健士、原田启悟，止步首轮。女双杜月李英辉携唐金华与小韩闯关，曹同威正宇出局，八号种子杜月李英辉与韩国的金惠珍、孔熙荣激战三局后以2-1、21-8、19-21、21-17获胜。下轮对阵中国台北的徐雅晴、吴帝荣，潘金华与小韩以2-0、24-22、21-15击败中国香港的吴永荣、杨雅婷。下轮对手是四号种子日本的田中智穗、米原小春、曹同威正宇，1-25、21、21-15、11-21输给了田中智穗、米原小春。混双何济婷、杜月孤神进16强，下轮战韩国组合，由于其他队友在昨天出局，杜月李英辉成为中国独苗，两人首轮对手是泰国选手苏帕克、普提塔，双方战满三局，最终何济婷、杜月以2-1、21-14、21-23、21-15获胜。下轮将迎战韩国组合 Kim Hwaitae、金惠珍、Whitney。